又是一条抓娃娃的视频，而且这边的娃娃超级大，比我的手还大。本来我们都要离开这个商场，然后看到了这边在摆摊。最重要的是又便宜又人性化，30块钱20个圈，60块钱60个圈，而且还有一条60元以上套不中送一个中号娃娃，是不是很人性化？那我们就买60个圈，也就是说肯定能带走一个，稳赚不赔。买单，我觉得你一个都套不动。你说的太直接了，好不好？能不能委婉一点？参加游戏的有3个人：方伟、鹏鹏、熊熊。这样子吧，你们两个人石头剪子布，谁赢了谁先。石头剪子布。好，鹏鹏先。游戏开始，开始。你先尝试一下最远的那个。啊，对，我丢不丢得过去哦。我在前面等你啊。好。你说这个这么远，怎么可能套得到呢？来吧。什么？太温柔了，尽管往后面。哇，套到他的手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打到他的肚子了。回来，回来，我挑战近一点的。可以，可以，这个根本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你告诉我，你要投哪个？我投这个。这是啥？不知道。哎呦，出去了，套了个外星人，好丑。这个外星人好丑啊。哦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还有谁吗？还有谁？好丑啊，就是，竟然被你套中了。下一个就是狗啊，狗狗，差一点。那、啊、算了算了，我还是套这个福娃吧，干丑的狗。中，哇、哦，差一点点，走你。哎，这个算不算？老板说这个不算。哎呦，弹走了。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这也不算。哎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最后一个啊，直接落空了。看来这个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，收获一个，有点难，也可以了，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正好藏一个，就是好丑，真的好丑。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，东风熊熊啊，熊熊，先套那个大熊，这个躺着的，我觉得这个最大。啊、我告诉你了，那个熊只是看起来很难，其实很难也不简单。哎，哎，差一点，这到哪儿去了？再来，再来。哎呦，很难，好不好？非常难。哎哎，选一个小一点的目标。你要投哪个？这个福娃好像也不好套啊。哎哎呦，到哪儿去了？哎呀，先来个小手枪。哎呦。哎呀，没拿去。对，这个画面太有爱了。好好，一定要中！哎呀，哎呦，手好滑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哦，中了中了中了，团结就是力量。他的成功有我的一半。理想还是要有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你要投哪个？大的还是最初的目标？哇、哦！哎呀呀，这跑哪儿去了？这看起来也不容易啊。哎呀，还有最后三个，估计难了。等一下，来，你直接往我这边扔、啊，用力一点。哎呀，最后一个，差一点点。我们的二号选手只套中了一个，有没有什么经验想要跟我分享一下？理想还是要有，万一实现了呢？那我试一下吧，反正我觉得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你要给我们加油啊啊，要不然我们就不带你回家了。好丑。来，亲爱的，你10个我10个，套了个猴子。这么多玩具不要，他偏要套一只猴子。来吧。哎呀，哎，中了，中中中中中了。这个算不算？被发现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，你换一个好不好？你这么多鸡蛋何必放在一个篮子里？5个了，6个，7个，8个啊！要出来了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地心引力的问题。哎，你不要一直死磕好不好？我就要死磕，这样风险比较大。哦，他这个算吗？有鼻子吗？有鼻子，我头。啊要坚持，懂不懂？还是要坚持。还有最后一个，要不你就直接投远一点吧。我觉得概率都差不多的。好，我就随便一甩。来吧，最后一个了，说不好中的呢？
哎呦，真的是看起来简单，投起来一点也不简单。不过呢，翠翠也没有空手而归。带我回家吧，带我回家吧。最后几个轮到我了，大家请把加油打在公屏上。我们先套一个小企鹅。哎，差一点点，再来。什么鬼呀？套中了，它又弹出来了，差一点点，再来。哎呦，还有四个，我觉得我要搏一下，我要投那个大的，对，就是中间那个。哎呦，力气小了，再大一点。那我这么扔吧。最后一个了，哇，哎，不算不算，没扔进去，我用力太猛了，最后一次。哇，差一点点，结束了。没有关系，我们今天用60块钱投了60次，得到的结果就是一个外星人，还有一个猴子，一个益智玩具。今天的冠军，冠军也不是很好看。这家伙还说自己是冠军，你的冠军太丑了。OK， 金钱有价，快乐无价。这条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帮我们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收藏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